现在呢，丁守中说继续盖下去，将来开演唱会，有几个艺人花得起上百万来租这个场地开演唱会？还是我们姚文智比较明智，他说拆，拆，对不对？而且放在这里，我只要一经过，我就会知道台湾曾经有一个骗人的台北市长，叫做柯文哲。第二，大巨蛋要拆也不爱拆，应该全民公投。咱2018年市长的时阵，咱大家共同投票公投大巨蛋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听咱市民的声音，要拆还是不爱拆？那姚文智做市长，大家讲要拆，我就拆，安尼好唔好？大家讲不爱拆，我就甲做一个咱台北市上水会当演唱、会当拍棒球国际赛、会当经营足好势的所在，安尼好唔好？